目前这个部分介绍的是 JS 的钢铁人造型风扇盖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这个是红金标准的钢铁人配色哈。造型的话有融入钢铁人的这个元素在里面，那非常的好看，那红金的配色也非常的跳动跟突出。我们近看一点点，啊，整个全部都是铝合金，然后做阳极，那质感非常的好。那因为它价格会稍微偏高一点，是因为说它的这整块全部都是一个铝全部洗出来的，那这个金色部分跟红色部分是分开来的，所以在批发价方面跟终端售价方面的话，价格都会稍微比一般的风扇盖高一点，但是它是比较属于立体型的风扇盖，在此可以给各位参考一下下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正面，JS 出品。